服务人员利落伸手，线条饮料展现专业。你的热拿铁，谢谢。现煮咖啡，简易拉花，热拿铁亲切奉上。这一头精致甜点，看来可口。饭店真材，火力全开。现场餐食别出心裁，就很有企图心，也很特别。是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用心都展现出来，就蛮酷的。之前就是面试的过程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除了传统一对一面试，更打造桌游空间，让求职者透过游戏了解餐饮连锁经营知识，还蛮有趣的，就是会被吸引到来参加。透过这个桌游的方式，去让我们更了解说，内容是怎么样。大型连锁酒店大举招募人才，开出11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人进驻。高阶主管薪水上看6位数，第一线员工到职报到就想10天特休。另外，老字号饭店寄出每季绩效奖金、员工子女奖助学金等福利，而另一家行旅则提供员工免费入住集团旗下酒店和完善的内部轮调制度，留住人才。应该说，我们也算是有优于业界的福利啦。从这个疫情结束之后一直到现在的话，陆陆续续确实都有缺工的一个状况哈。那目前的话是以这个餐饮的基层人员的话会比较多。国旅复苏，饭店业缺工潮，业者卯足全力招兵买马，展开抢人大作战。民意新闻台中综合报道。